头痛，头痛啊，头痛啊，现在我们就只能要抬头看了，你不看地球了啊，到地球已经没关系了，啊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宇宙，一个又一个宇宙啊，好，到达了那个中心宇宙那边啊，中心宇宙那边，原来清理核物质，清理核物质这种事情呢，消除地球上的核物质。这样的事情呢，同中心宇宙都有关系啊。中心宇宙，指的什么呢？就是离我们很远很远。我们是在，所有的宇宙的最边缘了啊，一个一个宇宙，我们在最边缘了，在最靠近中心地带啊，都受到核物质的影响啊。所以这次要处理核物质，不但是我们这边的，银河系里边的外星人，要做的事情。其他宇宙里边呢啊，也是想做这个事情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